years, these seconds stand still when I'm with you.好，圣诞快乐！哇，你要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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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Merry Christmas， 你把他们都那个弄得非常开心。今天我有一个礼物，真的吗？要送给你那个礼物哎，对，圣诞节礼物，我的新专辑 Will You Remember， 好棒哦，希望你会喜欢，喜欢喜欢，而且你那个封面长得像有画一个假的圣诞树的感觉，对，但是。不是，那我们也有一个礼物送给你、啊，真的吗？有什么？就是小礼物啦，不知道您收下，就是心情感觉怎么样？就是安安大明星就2017年， okay. 然后今天是刚好圣诞耶诞节，对，
然后其实今天刚好是我们的第一百集，你是我们第一百集的大来宾。哇，我们非常荣幸哎，找了一个金曲歌王来。我的荣幸，就是那时候一直在想说，谁来帮我们一百集，就是让我们风光一下，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成绩啦。但是节目一直在做，然后就会心里想说，找个一百分的人来好了。哇，你就是我们制作人心里一百分的歌手。哇，谢谢你，制作人，谢谢。他但是没有恭喜你们，恭喜你们一百集。有他辛苦了，他辛苦了。这一百集以来，就是他常常就是要找谁来，就会问东问西，只有这一集他说什么都不问我，他就说我自己排，我就说为什么，他说我有私心，我要排一个我最喜欢的。哎呦，然后我就说不行，你要找一个很厉害，他说保证厉害。哎呦，那我心想说到底是谁这样子。对，然后他就说那我不要跟你讲，我就说那不要讲，那今天怎么访问。后来他终于讲的是你。哎呦，对对对，谢谢你们，主持人，谢谢，真的真的，他就是握个手好了，握个哎呦拍一下，主持人，谢谢，感谢，耶，感谢，真的恭喜你，恭喜你，谢谢你，谢谢你。然后我们请坐，请坐，请坐。谢谢，有那个金曲歌王来帮我们的那个，这就是一个一直在聊天的节目啦。其实我们就希望你来这里多唱一点歌。好哎，在办公室里面你会不自在吗？你也是当过老板的人嘛，对不对？对，有啊，但是不太一样，这个是可能大哥黄立行比较喜欢的，黄立行比较喜欢。对，然后已经有人来拍照了。嗨嗨，就这样子，因为刚好也快接近下班时间，所以对辛苦大家晚上的六点钟，然后就会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可以在愉快的心情里面结束今天忙碌的工作。好哎，这边是那个三立新闻网的那个编辑记者群。三立新闻网，你们好，圣诞节快乐！圣诞节快乐，耶耶 ，Merry Christmas！ 大家都忙。都忙忙忙，因为他们要这边有三立新闻网的那个社群的一些编辑，然后再往那边走是我们的全球华人影音平台 Vido 的人在哪里啊 ？Vido 啊，对，我们在这个辛苦大家，我们今天就在我们那个大平台上面播出，所以我们现在在一个最大的那个版面上，然后大家进三立新闻网就看到李玖哲。哎呦，太棒了，谢谢。应该让你多讲点话，但是我知道就是你依旧还是英文比中文好。英文还是对，可能 number one 是中文哦、对不起， number one 是英文，英文 number two 是中文，所以 number three 是韩文哦，韩文。那日文呢？可能 number five、哦。那在家里说日文吗？不会，不会哦。对，在家里还是讲英文跟中文比较多。所以你们那个就是跟那个亲密伙伴沟通也是都讲英文？英文跟其实我们。沟通也用中文了、啊，大部分的时候。那他的中文比你好吗？应该是啦，可以算是。他在这里工作时间比较，曾经可能比较跟你不一样。你就在表演嘛，他可能要主持。对，他的中文比我厉害。有，这是一个幸福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说，今天一百集都要很多幸福的人一起来那个。我本来想说，哎、欸，帮我找那个最幸福的人，哎、欸，结果你符合他所有的想法，就是最棒的歌手跟最幸福的男人。哎呦，然后而且公布了一个最神秘的讯，也没有神秘。刚刚我跟他聊起来，他说其实。那只是没有人问嘛，那有人问了就说了。我也不在啊。啊，对啊，然后可是后来大哥问我，刚好、啊，哎呦，你很大方啊，就说了，你娶了一个大家这么喜欢的女明星，哎，应该很受嫉妒吧？很幸福，那大家、啊、幸福，很开心，大家都非常的有啊。你幸福，我们也会觉得很开心，因为就是一件值得祝福的事情。然后你在圣诞节前，然后今天也把那个幸福的气氛跟我们感染一下。那我可以偷偷问一下是今年的事哦，还是其实也不是很？什么事？就是你的成为那个你有新的身份的这件事，成了人家老公的这件事。没有没有，已经超过几年了。哦，好多年了，哇，你也是很会保密哎。没有啊，我不在，没有人问。不要这样说，没，就是突然讲了，然后就是一个新的话题。但幸福很重要，因为让你有幸福的感觉，让你新的歌那个专辑出来冲刺就会。很愉快，专辑借你拿，这是我的。哎呦，对啊，这是发了一首新，就是一张新专辑做，其实不容易。然后你很久没有发专辑，已经七年了。对啊，你怎么会真的这么久？就是是怎么了？又人家又不想帮你发唱片了？没有了。其实我中间做了一个组合哦，对，然后那个叫 Easy Addicts， 然后后来我们去美国了，然后在美国的成绩。也不错，是啊、后来签给一个美国的很大的很大的嘻哈公司，啊、然后后来在美国也拍了几个广告，然后就录一些歌，后来做了那么多事情，收不到一毛钱呢、啊， oh. 对，所以后来大哥叫我哎赶快解约，我说、oh. 就听话解约了，然后就
就不能就是只是表演，然后好像一直在燃烧消耗自己。对，现实生活还是要顾虑一下。那其实那个时候，原来是我可以做英文的歌跟我的团体，是，然后顺便做我的中文的专辑。嗯，是这样子的。后来签约之后就不一样了，有一些限制你，对，他们就不让我发不了。后来卡在一个不太合理的合约里面，然后也没办法做我真的想做的中文歌曲啊，就我的自己的专辑啊，所以我就找机会对，就一直总是有好朋友会帮上你的，然后你就是人缘很好啊，那这种歌声当然大家就是会想念的，然后所以就又回来啦，这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要回来得奖，就明年再来得金曲奖，什么那种感，还不错吧？就你得奖那一年，也深深的就是感动了你自己，然后别人也都非常的激动，这样子。我会努力，我会继续加油。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他现在在用他那个玩。就是可以完整使用的中文词汇，然后再回应一个很害羞的问题。然后那些经纪人，我跟你讲，他平常来说就很活泼，然后他今天好安静哦。然后我就是他可能怕我的中文讲的不好，不会，他可能意思说，他担心我问了一些什么，然后让你不好说。然后我就心想说，不会啊，我们就是找你来唱歌的啊。然后刚刚那个是我们完整的看完你，就是第一波公布的歌曲叫 Stay， 对。Yep. 然后，但是你用了一个很玄妙的方式。出来用了一个新的名字，对，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啊？其实那个 Neil Keys 的名字是我从那个 Nicky Lee 跟 Lee 走着就把、那个我这个还给你还我，对对，真的用还我这个字眼我喜欢，它是我的。对，然后我们就是用 Nicky Lee 跟 Lee 走着，我就拿出了一些字，然后做了这个新的名字，就是做一个拼盘新的。对，但是我就是希望大家都先听这个歌，因为第一个是全英文嘛然后大部分的人，很多人其实。尤其是你去美国，他们就觉得，就是在亚洲人 Billboard 上面找一下，找一下什么？亚洲人可能唱不到那种的那种西洋的感觉。明白明白，我知道。可是我就觉得，好歌就是好歌。不会，你是一个 I just wanted to put it out。Yes， 你是一个那个国际化的人，你也长时间在那边生活嘛，其实语言对你来说，或是唱成那个当地的一些味道是很容易的，没有那么难啊。你有一个设定谁就是其实我其实可以到那个 top one 的位置这样子。我呢，我就因为就是好像就 billboard 里面，我都没有我没有想那么多。如果以后也有机会的话，哎呦，那太棒了。但是我就是每天可以做我想做的音乐，可以唱歌，就是。对，就有个很特别的名字，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反正现在那个网络这么发达，你就算在台湾一直播，然后也会在海外被看见的，谁知道？然后他们也不知道说这个是谁，然后回来这个台湾之后，哇，原来他是一个台湾这么厉害的歌手，唱中文歌跟唱英文歌，对你来说感觉有很大的差别吗？有很大的差别，就是唱中文。一个难的部分就是咬字的部分，咬字，对对，有日式式的。那要不然改天你来那下，我再帮你那个。真的吗？好啊，那下次。OK， 我要欢迎欢迎欢迎 ，OK， 帮忙一下。没有帮忙，没有帮忙，就大家切磋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可是我相信对那种词义的掌握啊，还有包括对那个歌曲一些感情上面的铺排，你的那个功力不在话下。就你唱出来，大家就是感动这样子。你看那个这么喜欢你的制作人，他是从头一直歪头在那边看我在访问你。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要认真访他，我说我很认真啊。然后他说我跟你讲的，他每天在那边，自从那个公布了100集的大秘密以后，他就这样一直叮咛着我。然后你的人生有做过什么让你觉得是100分的事情？我的人生，对啊，什么东西让我觉得是100分的？就是对，满分 top。现在就是当老公照顾我的家人是我觉得是一个对我的 life 是100分的事情。哇、wow. ！除了那个之外，音乐，我现在可以唱歌。我其实我每天起来，然后就觉得呀，今天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因为今天可以起来，可以做音乐，然后唱歌给大家听就是一个很在我的生命的幸福的事情。所以现在就是。100分 ，every day 我起来就100分，哇、yeah. ，很厉害耶， yeah. 觉得很好啊。你这样的心情感受上来讲，对我们来说很难得哎，而且从一个这么有那个成就的人里面， yeah. 然后听到这么就是
对天地感恩啊，对什么？ Yeah. 我突然讲太，因为有一段时间是我想唱歌也没办法唱， 我想分享音乐也没办法分享，我知道那个感觉。我从可以分享音乐，后来到一个就没办法卡在喉咙，没办法做音乐，那个感觉超级痛苦的，就没真的没办法呼吸一样，因为就像很多音乐想跟大家分享，我那个时候常常看到了很多人的留言，说周正你去哪里啊？因为很多人也不知道我去哪里，然后你在说什么？你为什么没有发新的专辑？我为什么没有发新歌？我们在等你啊，我们在等你，我就等不了，就很多人也骂我。后来我也没办法回每个人说，其实我在什么地方，然后我的其实我的喉咽那么厚，然后就很多调整，我没办法有分享，我没办法解释，有苦难言这样子。Yeah, 所以我现在可以每天起来自由，对，然后就给大家听我的新专辑。记得还我。哎呦，对不起，换你。我就非常就觉得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一百分的事情。所以他其实得来不易。对不对？经过了一些那个挣扎，有，还有很长的等待，这样子，有哎、欸，那时候一个就特别的珍贵，然后你还给我们满满的十首歌，对，也是真的很大方，就把那几年来七年哦，大家那个想念都把它补起来，这样一年只有一首也是很少。所以这个专辑我会宣传差不多五年的时间。哦，好，没错，也是不用。对，也就是他五年内他会再帮你发那个其他的那个好的作品。但是刚才歌就是也深深的让大家有那个感动，因为你的歌声的声线总是会打动别人。谢谢。然后你刚刚对一百分的宣言里面太 man， 就是你的那个伴侣听到应该会觉得，而且你把这件事讲在你的工作之前。这是一个新好男人的概念啊，是，所以你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人，而且你应该是非常愉快的去展开这一段生活。Yeah. 所以你的人生有在那个在新旧年的交接，然后再次的那个出来跟大家可以互动啊，见面啊，也是蛮珍贵的。然后也是一个很新的开始，2018又是你的年了。我会加油，是我希望是大家的年，都是。然后你的那个一切一定会重新回到那个你希望的荣耀的状态，因为你这么认真，而且又这么谦虚。谢谢安哥。I do my best， 我会加油。然后你没有那种哇，在一个那个歌王那这个口中啊，不断听到都是谦虚。虽然我知道这里面很多是你的珍惜啦，对，但我相信有这种过程，一定会让你在接下来的时间，然后更用力的那个去生活，对不对？好，太感性了，先让他唱一下歌，对不对？不然等一下那个，我们可以听原音重现 live 表演。好，可以。刚刚的那首 Stay， 对不对？好，我们唱一个，至少唱个短板吧。好，没问题，没问题。唱个短板的歌，让我们现场感受一下你的魅力，然后让全场的人为你掌声。好，然后希望你再重新回到舞台当中，掌声是最棒的。一个艺人就是最需要大家的鼓励，而且你值得大家的支持。然后你又这么强大，然后你是歌王哎。哎呦，对啊，我们办公室只有金钟奖跟金马奖，借不到金曲奖，那借你拿一下。好，我先请大家为你拍手，然后在掌声当中准备迎接你今天的第一场现场演唱。好，亲爱的好朋友啊，因为那个暂时把你的手离开键盘三秒钟，让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超级歌王回归。然后今天在安安大明星要进行的第一首 live 表演 Stay， 大家掌声鼓励，欢迎李玖哲。耶、yeah, ！送给大家这首歌 Stay， 他们都热起来了。Merry Christmas！ 耶、yeah, ！牵过你们的手，右边，左边。No words, no man.Just wait to see where you stand. So lost, I'm breathless. I feel the sweat in my hands. Hold on.
how would you? If we all fall to pieces, if we all hit the ground, know that I'll never leave us. I'll stay. Yeah. 谢谢，谢谢。Merry Merry Christmas！ 哎呦，好热情哦！真的，我下次来这里就办演唱会就好了。哎，真的，真的，耶、yeah. ！我们又是要让你有一种那种回到一个温暖世界的感觉，非常温暖。上一次办演唱会很久以前了，上次对很久以前了，我。2000，我已经忘了。你看，已经10年之前了。十年前了，对啊。那什么时候？我们刚刚就是那个制作人特别来跟我说，说粉丝一直在留言说，你这次发了专辑，你有一些跟他们有想要见面的安排吗？见面的安排？对啊。目前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其实我上次跟我的歌迷朋友们说，如果我的 MV。Stay 跟 Will You Remember Me 对这个两首歌的 MV 超过1000万的点入、oh, 1000万点阅叫什么点阅对对对对我会做一些事情然后就是我就希望他们也留个言啊然后很多人说开个演唱会或是什么好啊所以越来越靠近因为 Will You Remember Me 现在快400万了对啊对啊对啊然后 Stay 已经160万左右嗯所以呢我会跟公司说就是都要有1000还是你要只要一个达成原来是一个、后来我觉得哎呦这个好难哦那就加起来好了哦你太客气了对他的确是一个里程碑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你有责耶怎么可能我会这样你唱歌这么那个感动别人然后既然今天在这里谢谢我们就请这边的人、啊、就没事就进去点一下点一下一天一人来个点个100个哎呦太好了也是蛮厉害的嘛谢谢先感谢大家当然为了要促成一个大家想要成就的美事就大家一起努力啊就也表示他们是真的想你也没有在那边我们说的胡乱你或是什么欺骗他笑了我终于用哎他胡乱他听得懂吗你听得懂胡乱这个字眼嗯他听不懂胡乱我知道啊真的就是闹我啊对有点闹你就是骗你的然后就是说的玩的这样对 对, 对我今天要来玩那个开箱文呢，因为我是拿到 CD， 而且是拿到那个完整版，真的很嗨耶！哇，然后这第一页，你来解释好了啦，这毕竟是你的心血结晶，你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啊？你看，我们就是专门让你讲专辑，从头讲到尾。哇，其实这里这个专辑都是跟那个时间有关哦，时间对，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书哦，一个是哦，对，透明的，其实看不到，看起来就像一个轮胎的。白色但是不是是那个 Time 时轮的 design、哦、有欸它摸起来是有浮雕的那个对哎呦没事欸没事吧当然、啊、对那个盒子很硬你看有如果你买这个专辑对、也可以保护你要保护我保护我保护我超保护然后里面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帅气的照片哦好对因为你说因为你很帅、啊、我的经纪人说 no 不是因为我很帅我的经纪人说哎从来没有那么帅过的，真的吗？我们放多一点，我们放多一点，哦、是吗？对，所以我他说你从来没那么帅过，他是你真心朋友吗？他是真的说的。你说是谁？你说你这指名道姓刚讲的谁？我怕明年没有工作，所以真不方便说、哦，不好说，不好说，对，不好说。但是你看，哦，帅，哎呦，那个侧脸，侧脸哎，还可以哈，可以啊，很可以啊， okay, 就是 man 啊，你就是从身上全部都是男人味。我没来。你有最喜欢的哪一张？ 我最喜欢的哪一张？哎呦，哎呦，这很酷哎。这个比较，这有点那个就是个性啦。哎呦，谢谢。啊，不然你要想说比较凶，对不对？你想要这样讲，不会啦。经纪人是觉得、欸、有一点点凶，但是我都觉得、啊、就是个性啊，就是一种那个你这种男人才有的表情。别人还做不出来。我给你看，你看我的经纪人最爱的那一张。经纪人最爱的那一张吗？怎么了？等我一下。好，我等你，我等你。反正你在这里嘛，又走不，就现在走不开。我等一下。你现在走，应该警卫不会让你走，因为你歌还没唱完。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就是设下天罗地网的概念。这一张。哦，这张。
哦，他好好，他人真的很好，他喜欢你的背影哎，应该这个意思吧？而且你虽然走在一个那个非常看起来有点特殊的那个地形地物上面，他可能就喜欢这一张。没有，他应该喜欢这张。看我的脸。不会不会，他是说你又要迎风而起了这样子。耶、yeah. ，是一个这种心。迎风而起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飞，飞机要起飞的时候那种感觉啊， oh. 你就是一个等待要起飞。Nice, 我喜欢那个，我喜欢那个。所以你已经到了那个天际的这个地方，过了这条线你就要飞起来了。耶、yeah. ，而且一定是越飞越高，所以它是一个祝福啦。虽然它是嫉妒，但它还是祝福。对对啊，这就是飞翔啊，而且、nice. 而且这有一些那个童趣在里面，就看起来像小飞侠，耶、yeah. ，然后依然有保持一个纯真爱唱歌的感觉。哎呀，哎，我真的很自己讲哎、欸，对，很会可以吗？安哥很 OK 吗？很厉害，经纪人活过来，他活过来，哎、他今天好担心我们两个语言沟通不良。没有没有，谢谢。然后一直在，那你自己喜欢这张照片吗？我也很喜欢，他是真的，他是自然来的风吗？还是其实这样有一些特别的设计啊？不是，我们不用破解它，我们只要讲拍照。拍照过程当中，你享受到了什么？这个你在想什么？你在想什么？我就是想飞，衣服飞起来帅不帅？要 ，no， 我那个时候可能想离开不好的，要去好的地方。对，你真的很这段时间真的让你心情就是很受到、yeah. 很受到捆束这样子，你有好多有志男生那种。所以我现在这个专辑里面也有一首歌叫 Let Go， 然后这个是特别给、比较、也不就是年轻的朋友，给大人也是，就是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可能会发现很多事情，也不可能是每天是好的，然后也会发现一些低潮的事情，所以我就是希望鼓励每一个人可以离开这些难过的感觉然后就可以 let go 这些 problems， 这些我们常常想很多啊， 因为我们的事情，我们现在就觉得啊，怎么那么大？但是过了几个礼拜、几个月，哎，其实想到，哎，其实还好。哎，你的讲话里面都是你的歌，哎，就想很多，你有什么想太多吗？也有、哦，真的你，所以你唱歌其实就在反映一些大家很贴近大家的那种生活里面的很最真实的情绪。Yeah.那你这样只有用讲的，就是有点不是很够。好，那你要 let go， 然后就那个轻唱一点，可以吗？可以啊，可以来一小段吗？好，你就多长不用那个设限、okay ，对，就是你唱到你那个忘记歌词为止。Okay. 对对，好好，我真的人很好，好啊，需要拍手吗？咪咪咪咪咪。啊，没，大家都忙，没关系。大家都忙，不会啦，不要打扰，不要打扰。没事啦，拍手一下。哎呦，谢谢。哎呦，都有啦。哎呦，谢谢啊、哦，好温柔。对啊，每个人都好。所以你需要尖叫，太温柔。哎，太温柔，不好意思，来三二一，师妹尖叫一下，来三二一，掌声加尖叫，耶、yeah! ！好，你要什么都有。好，对。啊，这边也有。哦，这边也要是不是？哦，好，这边很忙哎。这边有要三二要尖叫一下吗？来三二一，拍手！哎呦呦，都是好朋友啦，还是忙。有，因为这边记者他们正在写你今天来的那个啊，谢谢谢谢，对啊，那不用拍手，谢谢，忙。掌声放在心上，对对对。我唱一下一段 Let Go。好，你唱。谁没有过年少轻狂？谁不曾为爱心酸？Oh no, yeah, 我们以为无法遗忘，我们都曾 falling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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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 Tell me if you wanna let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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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tell me if you wanna let go. Tell me if you wanna let go. 长夜已到尽头，黎明已在窗口。谢谢。哦。小巨蛋要踩地板。然后表示很嗨。你会很想念那个让你高歌的地方，就是那种很大的。表演的舞台、你现在是担心突然间说要去唱歌没有人来吧，你想太多了，所以你就一直在那边秘密着，就不想公布所以你还要等到那个什么10,000,000的点阅，然后显示一下自己就是依然的就是东方不败这样子。
我完全听不到刚刚那一段，没关系，对不起啊。但是我就说你太谦虚了，你是担心那个开演唱会的讯息太早公告，票卖不好吗？还是？哎，其实我也还好。我的担心不是票买好不好，但是我就是希望，如果我开一个演唱会，最少大家都跟着可以唱我的差不多十首歌。我觉得我歌不够多，可能我会好好，大家都会唱。是我想太完美，并不。还少七首歌，没有啊，今天有，今天就有了。还是希望这个专辑，我宣传差不多五年之后，然后就开一个，也没有了，没有，就明年我希望就可以开一个，因为可以唱一些别人的歌啊，现在也很流行，就是歌手然后去 cover songs， yeah， the cover songs， 然后你可以那个唱一些，比方说听见下雨的声音啊，说什么的，对对对，然后周杰伦，哎呀呀呀，他有唱，他有唱的，很多人也都唱这个歌，然后那个。就是你知道的，那在表演的舞台上，你唱的都是对的，所以不用那个这么的担心。好，我刚刚那首歌，Let Go， 对，不是 Let Go， 你刚刚说的听见下雨的，对，听见下雨的声音，你要唱吗？你说我，我不会，我你在你面前唱歌，你是要我的命吗？没有没有，可以。对，你要唱吗？你要。你要唱哦，你我不会的啊，我当然你来的，你来就是我只负责请你唱歌。好，那下次我们一起唱。好，那下次你来，我们再来唱。我刚刚有问过他啦，他是一个就是，是求完美的人，所以他会说这歌啊，好像也没有特别就是。我会唱不好，我就对不起周董啊。没有啦，你不会。上次我遇到他在飞机上。哦，真的。对，然后他给我很多的鼓励，然后意见在我的新专辑里面。然后我就非常感谢他。是一趟那个不期而遇，突然间遇到的。对，突然，然后哎，那很有缘分的，搭同一班飞机。对，然后他就先恭喜我的新专辑，然后那时候已经发专辑，已经发了，然后然后他就给我很多的想法，然后我就非常非常感谢他。真的真的，他毕竟就是一个大腕级的人，然后那么强大的那个一个歌手的身份，也是个老板，然后也是一个就是已经算至尊级的人了，很厉害，很厉害。所以他给我的一些想法跟意见，我就觉得哎呦，谢谢谢谢。真的真的，我为了避免啊，就是自己那个问题多，就是你知道，就语言上啊，我也不好就是太去让你觉得困扰。所以呢，我们多聊一些专辑里面的事好了，让你讲起来一定最轻松自在。那你刚刚特别提到那个《Let Go》这首歌，一定还有其他歌你特别有想要去跟大家分享跟介绍，你就直接说了。好，里面因为十首歌嘛，其实现在发专辑不容易。对，在这里面有一首歌，也可以推荐是有一首歌叫《我很假》。哦，对，是我写给我自己。你写给你自己？对，因为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你自己？因为我觉得我之前比较年轻的时候比较假一点，比如说，你说我不希望跟人家冲突啊，对，所以我怕那些尴尬的感觉，所以如果人家骂我或者笑我或者说我的坏话，我就就待过嘛。我是其实心里是有点就是不舒服，或是跟人家，我明明觉得你说的不太好或是不对，然后我们可以开始聊天，我还是就点头啊，是是是是，然后就带过去。可是不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不得已啦，对不对？ Yeah， 很多时候啊，就也不像，也不特别想消融，但是还是好，是是是，你就是要完美的呈现，然后就是不能有脾气，要所谓的高 EQ 什么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就写给我自己了。你要听吗？要啊。好，那我唱一段。哇，棒！我这样乱 Q 就听到。好，等一下我看一下。好，你翻，你慢慢看。哎呦，看不懂。啊，真的对。嘿、hey， 我知道我很假，不是每个人都能真心接受真心话，心很宽也会孤单也会不安，怕被看穿，只想很简单，又有谁能错的人人喜欢，谢谢。哎，
你那个，哎呦，谢谢谢谢。真的，你看他们都是自己听完就受到感动。你唱歌的时候的中文很标准，很标准吗？对啊，没有那个，没有歌词，麻的。怎么你说吗？你知道，还是说知道很假，有人不喜欢听真心话，对不对？对。你看我那，我们不用看歌词本啊。真的啦，中文进步了。你真的想太多，但是这表示说你要去录制专辑的时候，你真的花了很多的心思。时间。所以你怎么去把那些歌词记熟，还是用什么方式让你？在那个录音的时候会比较不会一直重来这样子。其实写歌词之前我跟我的好朋友们，对，因为平常大部分写我的歌词就是林彦成姐，然后我的好朋友小翠，然后我们讨论哎这个歌应该要写怎么样的方向，固定的伙伴，对，比较互相熟悉，对，比较多，所以然后他们也其实非常的了解我，所以一起写，然后他们就给我他们的想法，然后他们就写他们的故事，或是我们感受到旁边的人的故事，都在这些歌里面了、啊。真的，所以你们就是会特别的去交流，你也会把自己很多心情跟他们聊，会，所以你的歌才会这么动人这样子。那也因为可能都是你自己的一些。身历其境感受过的事，所以唱起来也没有那么多困难，对不对？对不起，我没事，就是OK， 反正呢，在听不懂的状态下，就是听歌就好了。这就是经纪人今天最担心，就是说这个主持人哈，爱是蛮爱恭维的。那不然这样好了，我们刚刚只听那个，就是都是清唱版的，接下来听一个那个比较完整的，也是你刚刚现在已经有400多万人点阅的这支，对。歌曲 Will You Remember Me？ 对，这个歌的 MV 其实跟上一个刚刚看到的那个 Stay， 它是一个故事的，没错，两个的那，一定要看两个 MV 才知道这个完整的故事。所以他们加起来1000万是合理的，因为这边看的就是一定要看这边嘛，对不对？所以应该要就是 half half 这样子，至少是这样子那种感觉。好，那我们现场有荣幸听你唱我。这首那个新歌可以，然后 Will You Remember Me？ 对，唱完之后就是点阅就会立刻又开始往上飙窜这样子。好，好啊，那我们就准备好那个您需要的音乐送给大家。对，送给大家。Will You Remember Me？ 还会记得我吗？欢迎李玖哲现场演唱，拍手。谢谢。好开心哦。那些说爱外的习惯，总是想的简单，毕竟并不难。害怕拥抱的难堪，只等着奇迹变勇敢，却忘了明天不一定必然，忘了转身的遗憾。谁未曾感到心酸，记得自己孤单，忽略谁不安，等待那么的一半，我们都自以为不完，却忘了不见不一定不散。时间或许不敢，但却
在农村在等你，回忆再回不去，怕未来才会有你。 Will you remember me？ 我爱你，我太嗨了，太嗨了，太棒了，真的是你唱得太好了，所以他们太感动了，真的真的让他们很喜欢我们办公室这边，然后其实这个环境对很能唱歌的像你们这样的歌手来，就是帮着你，就是这个环境也帮你的声音就是传送得更远，然后你唱起来应该蛮过瘾的吧。啊，我非常感动，谢谢大家的支持。真的，然后你让今天这个小小的音箱突然觉得他生命意义很重大。没有没有，好听好听，开心哦，好听耶。他今天的，然后我跟你说，你刚刚太客气了，其实这边的人啊，他们都在等你走进去。哎呦，真的吗？当然，所以没关系，我们还有一首歌。OK， 待会你想怎么走就往那边走，真的太好了。我跟你说，你刚刚一转过去，那边我们从这边算过去，那个现在背对我们穿粉红色衣服那个坐在最前面那个女生，好，她刚刚以为你会走过去跟她握手。哎呦，拍谁？对，然后就是她现在回头了，就你呀，嗨。好好，我等一下。你等一下一定要去跟她，因为我怕打扰他们的工作。她没有没有，她的手机都拿出来，他们今天晚上回去就是都自己拿起来看。OK， cool， 我等一下去。还可以吗？你喜欢这种安排吗？我非常喜欢，因为办公室里的人其实就是最支持你的人，然后这里都是会帮你去传播你歌声这么优美的，谢谢，很多的故事。然后你难得就是七年都没有作品，然后这次一定会很希望很多人都知道嘛，对不对？对，坐坐坐坐坐坐。然后今天就是虽然在语言上，我们也许我相信沟通上可能在有时候带给你有一些 confuse， 哇，不好意思，你说了什么？没事没事，是我们就是，但是。诚意是就是一定有的，就是我们在这里都很乐意的为你的作品，然后去希望让他可以有最好的成绩。谢谢，真的真的。然后今天来当然有一些，哎，手机嘞不是要自拍？哎，你会自拍吗？我还是很少做这些，你这么 man 应该不喜欢自拍。我可以啊，我们要自拍吗？哦，你哦可以吗？来，我可以给你自拍哦。哎呦，怎么那么好？这个角度很重要。哦，对对，哎，你会这样，是你老婆教你的吗？对。哦，好 ，OK。啊，你自己都切了一半的脸了啦。对，这样子脸比较小。不会啦，你想太多了。对，就切一半就好。就这样帮你上新闻的。哇，好多张哦，太开心了。OK。啊，你拍下你自己啦，刚刚都有我哎。好。你喜欢就是做你今天在这里最舒服的表情，我待会给经纪人看一下。这边今天晚上会有一整串都是用自拍做的一些特别的。太酷，太棒了，很棒。就是你今天来，我们很开心啊，都找歌王来唱歌哎。谢谢你们。没有啦，没有啦，就是语言上，就是如果沟通上有多了一点点小小的那个鸿沟，那不如就等你一直唱歌。对，刚刚我们介绍了你自己的歌，还有 Let Go， 有你唱的我很假。对，还有什么？今天是圣诞节，送给人家那个一首适合圣诞节的歌。可以啊。
脱单子是脱的吗？哎，因为今天圣诞节，我唱一个圣诞歌好了。哦，真的吗？好啊，怎么样？可以吗？一个可以。好、啊，我想，嗯，对。啊，音乐那个他要唱圣诞歌哦，那个就是里面没有的。哎，好嗨哦。Silent tonight, holy night, all is calm and all is bright round your virgin mother and child. Holy infant, so tender and mild, sleep in heavenly peace, sleep in heavenly peace. 谢谢。哇，这就是一定是安安大明星今天的大独家的歌，就是让你在这边就是唱圣诞歌。Yeah. 真的，哎，你很喜欢这个节日吗？喜欢，非常喜欢。因为你长时间在国外生活，这个节日对你的生活里面也很特别，很温暖。因为这个时候就是、oh. 我小时候就是跟妈妈、爸爸、跟弟弟啊、就在一起啊，一起去啊、晚餐啊，很大的晚餐、oh. 是然后就换礼物什么的，换礼物对。哦、oh, ，那你有你都拿什么礼物跟人家换？唱一首歌就然后变成一个 tap， 然后那个小时候我就是、拜托妈妈、爸爸帮我买一些我喜欢的音乐啊，这个、oh. 那个时候是。卡塞带啊，可能很多小朋友确实不知道卡塞带是什么，对，但是卡带，对，卡带 and CD， 后来是变成 CD， 对啊，所以现在都有那个什么 MP3 对，可以这样。可是小朋友们之前有 CD， 有卡带，对，有卡带之前也有一些 8 track， 也什么的，有 record， 对。所以你的那个像耶诞节都过得就是很温馨，很温暖，非常温暖。对，哎，小时候都有下雪，台湾不下雪。哦，我在 California 洛杉矶长大，也没有下雪。没有下雪。对。啊，你会特别飞到那个雪地去过节吗？也没有，也不会。对。啊，是哦，那你会在自己在家里面制造下雪的风景吗？没有，就开一个电视啊，就看有没有下雪，在新闻上面。对对对，就是家里下雪还要打扫，就有点辛苦了。是真的不用这样，就也太浪漫。然后你刚刚唱那个歌的时候，全部人又跑过来了。耶、yeah, ，Hello， 對對對，谢谢你们。这样就是你在这里，然后歌声最容易让人家觉得心动。嗯，然后你应该你的歌声也让很多人很心动，但现在你只能为一个人心动，这样子。我？嗯，因为你现在不能跟，就是你现在是一个人的。专属那个你的 wife 这样的，你现在是我，可是我希望我的音乐还是可以让人家，当然 of course， 然后他们都是你的女朋友，都可以这样说吗？他们应该很嗨。然后那个李玖哲今天也会为我们写一个梦想版， yeah. 大家应该很期待说，你可以用英文写，可以啊，那也可以用韩文写，就是我们要鼓励大家的。你这尤其这段时间应该让你有很多的心情，嗯、也因为你没有那个。被打败，所以你又找到了一个再次起飞的那个机场跟那个跑道。那你今天在那个梦想版上也送给我们那个粉丝一段小小的鼓励跟祝福。OK， 没有问题。你要现在写还是等一下写？你决定都可以。我等一下写。好，那先放旁边。好，这板子是你的，但我们会把那个过程小小拍起来。好。哎，我刚刚有特别讲了，你其实那个歌的那个歌名都还蛮新潮的，有个叫脱单，脱单那歌是在唱什么内容？就是鼓励大家找到伴吗？还是对，因为2018年快到了，对呀、啊，再过一二三，再五天六天而已，就希望很快大家可以找一下他的另一半，然后就可以脱单，然后真爱呀、啊，其实也没错，很难，真的有点难。但是我也有一些朋友是单身啊，然后他们是非常 enjoy， 然后就非常开心在这个单身的生活里面。对啊，单身有一些单身的那个，对，就是愉快，你也经历过啦，有，只是现在就是回不去了。对对对对对，你现在已经就是别人的，然后但是开心的享受你新的那个另外的
新的开展的那个人生。对。然后因为今天时间上安排，就希望那个李玖哲多唱一点歌。然后制作人私心在那个100集的时候，他有一首他一定要听的歌。嗯、什么歌？是你的旧歌哎。好哎。就是你2007年那时候的歌，是2007年吧？我没记错吧？他写想太多，想太多。对啊，他、那个好，制作人这个好吗？对，你为什么要这样子鼓励他？他 no, 没有，因为要提醒大家也不要想那么多哦。对，好哎、欸。对，这个圣诞节，这个 新的一年，不要想那么多，就自己 let go， 耶， yeah, 开心的就好。好啊。然后他准备好，你有看到他吗？他把线顺好了。哎呦喂、欸！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等一下会成为一个 free 的状态。好哎、欸。然后就是 wherever you go。OK， cool。Wherever you go。对，然后他就会 follow you 一直到那个。真的好。Yeah, 那等一下你就开心的往那儿走好了。好啊。他线这样顺起来是看起来是往那边走，但你要跟这边打招呼也是 OK 的。可以哈、欸。但是那边的人啊，现在就是假装镇定的知道李玖哲要步入那个现场。你有看到那有一个人开了电脑在偷看我们？哎呦 ，Hello， 看到你。对对，你要记得去找他。好啊，他是你的铁粉。真的 ，OK， 好。对啊，他从那里进来的那一刻开始，他就一直对激动。谢谢。那我他每首歌他都拿手机起来拍。哎呦，然后他现在很紧张，因为我们刚刚说要去找他，他现在可能、oh. 我猜他等一下会躲起来。OK， 那我但是你不用管他，他躲到哪边就把他抓出来。好，好啊。那李玖哲也在今天来宣传新作品的这个时候，唱一首让大家很怀念的这首歌，可以吗？可以。那你可以直接站起来，准备往那里面走。然后我们要热情掌声来迎接李玖哲今天带来的这个经典歌曲演唱，好不好？来，这边的朋友还有这边的朋友来拍手一下，欢迎李玖哲。谢谢，谢谢。想太多，好听，好听。OK。来了来了。你笑着说他是朋友，但你眼中太温柔。我的不安那么沉重，只有你不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属于我的角落，所以你一说我不是你和我，是我想太多。你总这样说，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是我想太多。我也这样说，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我想我没有错怪，有五秒耶。虽然你不说，或是错在我，谢谢你们。爱了你太多，哦，这个灯吸引我了。是我想太多，你就这样说，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是我想太多，我也这样说，这是唯一能加油！谢谢，谢谢你们，谢谢。哎呦，走太远了。没事，没事，不好意思。慢慢走，慢慢走。好，慢慢好。很好，很好，越走越远。谢谢。哎呦，太棒了！真的，你就是会一个越走越远的人啊。你是刚刚在告诉那个大家，新的那个专辑出来之后，你接下来的那个前程就是一定要把前面的那个都补起来啊！我会加油，然后一直往前，一直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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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坐坐坐坐，还好吗？还好吗？还有，就是办公室里面，刚刚还有人开那个灯海，我看对，所以我就跑到
很远的地方，真的，他们太棒了，大家都很棒，大家都很棒啊，因为你很棒，所以他们就用一个最棒的方式来回应你，谢谢，这是礼尚往来，就是你给我们什么，我们就给你，哎呀，一样的，谢谢感谢，你给我们的是温暖，那我们就给你热情，谢谢 OK， 你给我们的是体贴，那我们就给你 sweet， 太棒了，就是那种感觉，谢谢，不会啊，就是这种就是一种交流，然后你的歌声这么动人，然后今天愿意新歌旧歌都唱给我们听。Yeah.幸福哎、欸！啊，谢谢，真的真的。然后不然这样好了啦，就等一下我们还要再看一支 MV。好，本来是说看完 MV 之后就结束，那你陪我们看完 MV 聊一聊，然后再结束。好啊，这样 OK 吗 ？OK， 应该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因为我们要鼓励大家帮你点阅到1000万啊，所以你要自己好好的那个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都是帮李玖哲看完整版，对，因为你的作品希望能够完整的去传达。感谢。然后我们希望能够给你一点点我们的。心意啦，哎呦，感谢，就是一种互相的帮忙。Thank you, Uncle。你知道要看哪一支的？哪一个 ？Will you remember me？ 对，那我们就一起再跟李玖哲一起看，然后待会就一边切回来， yeah. 也许可以聊一下 MV 里面 OK 拍了哪些故事， okay. 这样好不好？好啊，那我们要一起跟李玖哲看这支完整版的 MV。是说好爱的习惯，总是想的简单，明天并不难，害怕拥抱的难堪，只等着自己变勇敢，却忘了明天不一定必然，忘了转身的遗憾，忘了有谁为此感到心酸，记得自己孤单，忽略谁不安，等待那么的一般，我们都自以为不完，却忘了不见不一定不散。 Will you remember me？是说的来不及 ，Will you remember me？ 失去才懂存在的意义，回忆再回不去，怕未来才会有你 ，Will you remember me？ 我爱你。前后有关联的影像。对，其实 Will You Remember Me 是前面的， Stay 是后面的。哦、oh. ，
对，所以如果大家先看到了 Stay， 其实可以回去看 Will You Remember Me， 就知道这个完整的故事。就是、这个这是前面的，这个是 Part One， 哦 Part One， 虽然是第二个，但是这个是 Part One， 是，然后那个 Stay 是 Part Two。你有参与那个影像故事的一些构思吗？就是怎么发想的？其实我们跟导演聊天，我们要表达什么样的感觉？是，然后导演阿蔡导演就想到一个很棒的故事，就是代表我们的那个。感觉就是把这两个你歌里面的那个意境，然后用这样的影像做一个串联，所以非常感谢阿蔡导演，有啦，而且你的非常谢谢所有的演员，因为他们真的演得很棒。你找了羽西耶，他最近就是演技大喷发，在很多那个歌唱影带里面，就让人家很动容这样子。然后这已经400万了，对，快400万了，快。不会啦，就过了今天，也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对啊，当你清醒的那一刻，这样子太棒了，往上那个跳了一下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让大家也看一下，因为其实让 MV 完整去播放，然后让你来说说 MV 里面的故事，其实对一个歌手来说，发一张专辑，然后去拍了一支音乐录影带，也是都是一种心意，你是希望借这个东西来帮歌加很多的。对，我因为这个故事，后来我就发现很多，不管是看新闻或是我身边的，上次我是去弄头发的时候，那个有一个人跟我说啊，我看到那个 video 很感动，因为我朋友的家也是这种的家庭，然后就听到了就有点 sad， 但是就希望可以。给大家看，然后就是提醒大家要好好爱身边的每个人，是要好好关心身边的每个人。有，对，就是不要等到什么都来不及，对，是那种感觉。对，哇，我们今天就是很开心跟李玖哲从新歌唱到旧歌，然后从两支 MV 里面去听到你就是歌里面的故事，然后也在那个好听的歌声当中，他完成了梦想版的那个分享。那你跟我们讲一下你写了什么？我就很简单，都会啊，哪会很简单？对不起，都是英文，但是哪会？你可以帮我们翻译啊。就梦想就永远不要放弃的，然后一直要抓着那个天空上面的星星，然后好好站起来，你的头要 head up， yeah。要一直不是说臭屁哦，不是，臭屁，要一直抬头看，就是，然后一直站得很高，站得很直，然后去抓，勇敢的抓着那个你想要去抓的那个星星。没错，跌到时候要起来，然后从来都不要有放弃的念头。Yes， 一直站，一直站，你就会越伸越熟，就会越来越长。对，抓着，然后就抓到了。Yep， 有一天会抓到。有，你抓到。对，然后那个你今天把你这个小故事跟我们分享，然后这一段文字其实还蛮感动的，就很温暖。然后里面其实也充满了那种画面，很适合年轻人，也很适合大人。很开心今天在那个100集有这么多的那个惊喜。谢谢，谢谢你，谢谢你。然后那个今天真的是我们很欢乐，就一样嘛，就是不管应该是讲说，不论做到了哪一集，我们要管的就是把东西做好。然后100集由你来就是帮忙这个加分，很荣幸，感谢，我有荣幸，谢谢。没有，这是一个100分的祝福。然后我们今天也把100集的那个喜悦送给你，谢谢。希望你接下来的那个起飞也是飞出一种100分的状态。100是今天最棒的那个分享跟祝福。谢谢啊，谢谢李玖哲 ，Thank you，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本来想要做100分钟的。Merry Christmas！ 但是他说你后面有工作要忙，所以今天没有办法做满100分钟。但是有李玖哲来，就是我相信，不论你在这里停留多久，就是我们都是弄出一个最棒的那个内容给你。Yeah， 谢谢你的礼物哦，我好开心哦，我的耶诞礼物是李玖哲的新专辑。耶，yeah ！祝你唱片大卖，然后那个有任何的那种要跟那个。
影友啊、歌迷啊要见面的、都可以也跟我们说，我们愿意帮你做那个最棒的讯息的传播。太棒了，谢谢。然后希望你就是人气大暴增。Thank you 啊，补足了你过去七年来大家对你的想念，然后一次大爆满这样子，好不好？谢谢。大畅销10000万点击，然后等着跟他一起唱同台飙歌的好好的歌唱者。谢谢李玖哲，谢谢阿哥，谢谢你。